你们会喜欢的款式，因为它非常好搭。当你们穿奶茶的衣服的时候，就会这个穿这个鞋子，对不对？我喜欢这个有一点点方头，对，有点摩登感。我觉得就要穿这个米杏色，你穿这双就会跟他们的不一样。有一些是会软软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穿起来软软的，软趴趴的，对。但是我挑这一款呢，它是这样子方的，跟是方的，我觉得会比较帅，对，带一点点帅感。但是它颜色一样是这样子，奶茶软的，一样有那个柔弱，是有温柔气质，温柔气质。但是我喜欢它的这个方头，然后它这个前面呢、啊，前面这个头啊，还是这样有点往。这一块还是这样有点凹下去，我觉得非常的好看。它应该是很轻松驾驭的那个高度，我们可以逛街的。是的，很好看耶，很美，轻松逛街的。高5公分，5公分哦。很水，因为就算是这样子露那个前面这颗鞋头，也是非常实用、扁扁的，好好看哦。哎，真的要配点小方头才会有那个气势，对，很帅。看起来就是利落，非常喜欢这一双，好穿好走。对，然后它有出这个大家很喜欢的这种奶茶色跟杏色，我觉得哦，直接爱爆，很好搭哎、欸。在我们搭配的时候，而且它线条比较利落、啊，也算很好搭。我觉得它线条比较利落，然后下面底是黑色，对不对？有些是整个都是白的，对。但是我觉得要搭一点点，有点黑色的底，哦，看起来就是摩登级了。